这必须给你们来个蹄花盖饭哈！哇，那头嫩锅猪蹄，哇，那恁大块块的，跟我那个脸差不多了嘛。嗯，必须给你们来吃了，到你家开到的红红温柔的河粉哈，这个环境真的难。你是啥角色？嫩锅蹄花，嫩锅蹄花是吧？那就弄三块肉够，你觉得我们几个人吃？我吃蹄花有点凶吗？肯定会的。那就吃四份嘛。我这个吃八份。我你家里说吃蹄花啥？八六肉，八六四份，好可以。给你们看菜单哈。这儿是中午12:20哈，来吃那个嫩锅蹄花，蹄花还没压得好，还说还要等20分钟。哇，那个真的是新鲜出炉。喂。那个嫩肉片看起可以哦，哎，看起舒服，那个嫩肉片。终于来了，嫩锅猪蹄，哇！嫩锅猪蹄火锅儿，那锅里头全是猪蹄，哇，那是个胖胖，哇！必须搞点原汤来。嗯，哇，好爽，好趴，好糯。还比啥子红烧猪脚那种好吃，我觉得。嗯，哇，哇，好酷！那个猪肉还是真猪肉做的，它不是那个肉。哇，那里还头有棒棒骨，哇，哇靠！我感觉我今儿不是来吃火锅的，我感觉我是来吃猪蹄的。我讲，哇，那坨，哇。刚刚别个我说我点三份，他说肯定你不够吃，他说我看你视频你经常喜欢吃这个东西，所以说还是那句话，火锅儿吃手的粉丝他最懂火锅儿吃手，晓得吧？还晓得我喜欢吃蹄花。嗯，我跟你说，是你第一次吃，我不是第一次吃嘛。以前我们吃那种火锅儿煮的蹄花，他都宰的很小坨，他那个好大坨哟，那个牛肉，喂，煮起，他那个端上来，他说那是啥子滑牛肉，我都没看到过，那是啥子东西？我吃了20几年火锅了，我都没见识过。那个滑牛肉都3块，那是滑牛排还差不多，那恁大块块的，你来惹嘛，跟我那个脸差不多嘛。啊，胖胖胖胖，哎，你脸不起来，来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不能吃你，胖胖。嗯，干嘛皮肉肉？干嘛还是烧了毛的？看嘛，那是正宗的重庆酒吧，烧毛的痕迹在带。哎呀，舒服，暖暖融融的。哇，我害怕都是来吃蹄花的，真的。哇。哎，可以呗，可以呗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哇，遇到粉丝啊。嗯。哇，好舒服。哎，我已经不想吃鸡了。给我当白米饭来，再加两份蹄花。哇！啊，咸菜的菜已经摆出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呦，舒服。咸菜片。哇，啥都给你，黄油梅。哎，来毛肚儿啊，这个都是普通的肥牛毛肚。来来来，哎，标准的肥牛毛肚。哦，大牛排，哇，真的叫牛排，那个就不叫滑牛肉了，那个叫超级大牛排，红烧粉头裹了青椒，那个滑牛肉真的，好特别哦，它又有牛肉的料劲，但是它又滑，真的。哦，还有又有青椒又有香菜，那个菜必须吃回去。我再来一块，妈总共3块，我再吃一块。哇，哇，再来两块。现在必须给你们来个蹄花盖饭哈。哇，那坨，哇，哇，那坨，还是说起最舒服。日格火锅蹄花盖饭。嗯，哇。把那个蹄花来吸收整个锅底的那个麻真香哈，好舒服，哇，哇，好入味啊！嗯，它的猪脚好入味。嗯。
而且你明天吃出来它是真猪肉。它那个嫩肉片，哇，它那个嫩肉片全部在那好呀，好的啊。那是滑牛肉，继续盖起。哇。哇，那个滑牛肉加上那个高纯度的油条哈，真的哇，好舒服，好香，我讲。你能吃到它那个嫩肉片里头那个筋，我讲嘛，好舒服哇。哎，我把衣服脱了。你如果看到我吃火锅如果脱衣服了，你就晓得今天那个火锅绝对稳了啊！我说的火锅要么就是味道好，要么就是菜品好，他那个菜品绝对也是非常品非常品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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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没个照。哇，那真的好爽啊！哇，还有两个喜欢。不用不用不用，那些便宜嘛，让给我的公司去当噻，是不是？我都不赚那些便宜啊，还有没？你们说，现在除了中小企业，它全部都是零的呀。在我们家包嫩肉片，它的嫩肉片、滑牛肉和蹄花非常不错，非常有特色。我讲，但是它非常包大葱，绝对是一条黑暗料理。我讲，哎呀，葱水的葱加上非常的臭，我反正吃不惯那个东西。晓得是哪个发明的那个吃法？真的，我嫩肉片。爱成火锅的少的少是中国的先穿越的问，重庆重庆火锅金小妹579元。